淡淡然掠过，神秘又美丽。哎，淡淡然掠过，神秘又美丽，他仿似在。周末一睁开眼睛，心情挺好。起床洗漱，睡一件休闲外套。如果你的感冒还没完全好，呜哦哦呜哦哦，跟我骑单车环。没法抗拒浓情蜜意，始终思念你。堆积起每分的爱思。如果你有空气炸骨，一起来做焦香脱骨的孜然排骨吧。8块钱一斤的排骨，放葱姜、料酒、生抽、淀粉、蚝油、烧烤料，再打入一只鸡蛋，抓拌均匀，腌制半小时入味。锅里冷可大块，摆入腌制好的排骨，表面喷油180度，30分钟，中途翻面，焦香入味，轻松脱骨。这应该是鸡翅最好吃的做法，滋滋冒油。做两锅都不够吃，5块的鸡翅两面三刀，浇入可乐、葱姜、料酒、生抽、蚝油、烧烤料，抓拌腌制半小时。柠檬片打底摆入鸡翅，表面喷油，180度烤20分钟，外焦里嫩，嘎嘎香。如果你有空气炸锅，不放一滴油也能做出这么好吃的炒米饭。去年吃剩的米饭，放玉米粒、豌豆粒、火腿丁、胡萝卜丁、鸡蛋碎、泡豇豆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海天拌饭酱，香味浓郁，真的零添加防腐剂，搅拌均匀，放入炸锅170度10分钟，浓浓的酱香味，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料，太绝了。如果你有空气炸锅，烤焦糖香蕉一定要是地里摘的香蕉，中间挖开，刷食用油撒白糖，180度烤10分钟，刷蛋黄液撒黑芝麻，推进去再烤5分钟，哇，香甜软糯烤香蕉完成。君子与白发，徒留下那段牵挂，情深或缘浅，往往都在一刹那，在与不爱间徘徊，流泪与挣扎。那时的我，明天早餐吃什么？好吃不怕胖。